国道一号台湾交流道开通以来，车流量增加足多，周边的交通安全也引起市员李进国的注意。八号即巡时就表示，听讲国防部有意思要将慈光石村来倒建，规划变成游览车的停车场。即以安尼的设置，敢会影响到已经负担真大的交通？上交流道车流量啊，几乎已经在大排长龙了。我曾经有一次在这边因为小小的擦撞车祸，整条路你们知道堵到哪边？它堵到中华路去。万一这边将来做成了我们大湾交流道的停车场，它势必影响到我们整个大湾交流道的交通，而且会打劫的非常严重哦。另外，针对台湾交流道南下车道出口到复兴路无设置机车道，看到机车在车顶当中扔来扔去，相当的危险。必须要左转右转，就是在车阵里面，就是在那边转。针对议员所来提出的问题，市长则是表示会过来侦查交流道的出口路边的土地是属于啥人的，若是需要增设到机车专用车道，会过来积极考虑慈光石村多建的部分，则是会去了解到后续中会的情形。咱的新闻小编已回商报道。